世界最美丽的新娘，我们走向未来另一端。你的笑，你的泪，这一生慢慢品尝。9月1日，朱孝天在微博中晒出了一组和妻子韩雯雯一同外出游玩的照片。原来夫妻二人从屏东到台东，匆匆忙忙放松了自己。从朱孝天晒出的照片可以看出来，他最近是瘦了不少，颜值虽然没能回到巅峰时期，但是瘦下来后也是帅出了新高度。